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弟子的身上做王。罪怎么能在你身上做王呢？这里边说不叫罪做王，那我们就借着洗礼归入死。归入死这里头有几个死，一个是向自我死，第二是向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，第三是向律法师，第四是向救人和救人的行为师。第四、第五是向世界服务。第六是向撒旦服务。第七是向罪死，一共是七个死法，一个向自我死，向肉体的邪，肉体里面的邪情私欲，向律法死，向救人和救人的行为死，向世界，向撒旦死，向罪死。这些一个洗礼就像这么多死，接着洗礼归入几个死，对不对？它主要是死，死像什么死呢？像自我死，现在它是我活着，是主活着，主活着，主活着。像肉体活着，肉体和邪情私欲死，现在肉体死了吗？邪情私欲死了吗？死了。这样的经文我全能找到，就是像自我死，像我死，我已经死了，活着不再是我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段经文在哪里？加拉太书2:20，对不对？我已经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了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活着的不再是我。是20，对不对？我已经死了，没有我了。一说死了，就是没有我了，没有我。20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对不 对？所以保罗说活着不再是我。不再是什么意思？哪个在？正在。不在，不再是谁？不再就是不重复是我的，你活着已经不是我了，对不对？必须这么信才能胜过这个世界，必须这么信才能胜过撒旦，必须这么信才能胜过罪恶，必须这么信才能胜过救人和救人的行为，对不对？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一个一个来查啊。这里边就是活着不再是我，这句话保罗说我活着就是谁？基督。我死了就有什么？我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的，乃是基督活。基督不会犯罪，对不对？凡活着还是我的人就会犯罪，凡活着不是我的人就不会犯罪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段经文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中活着，是因什么活着？因信神儿子而活，是信活着，对不对？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我不废掉神的恩。义论是借着律法得的，基督就是突然死的。今天我们不是借着律法得的义，是借着因信耶稣基督而得的义，对不对？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的。前面说这个地方说的像我死，等一会儿咱们讲像律法死必须死，对不对？好，再看一段经文，我已经死了。腓立比书
不是这个意思，提多哥罗西书第三章第第三节，死了，现在就圣经就宣告耶稣基督定十字架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死了。今天告诉你，你信不信呢？信。你是才死了还是已经早就死了？今天显明出来叫你用信息接受这个早就死的事情，就是这件事情耶稣早就做成了。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死的人是过去救人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第三节，因为你们已经哪去了？死了，死了，已经是发生过的事，是未发生的事，发生过的事，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生命藏起来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是谁的生命在里面活着？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必须这么信。当你领受杯的时候，这是耶稣基督跟我们立下永远的约，对不对？对，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。活着不再是我的身体了，我的身体已经借着受洗已经废生灭绝了，对不 对？现在谁活着呢？是基督的身体在我里面活着，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，对不对呀？对，这样罪就必须做你的主了，是，对不 对？否则的罪就做你的主。所以这两段经文已经足以，这两节经文足以告诉我们说，不是活着不是我，说你们已经死了，你就相信已经死了，已经是发生过的事，对不对？这样的经文呢，在圣经里多处在讲，你们已经死了。你信不信呢？信。神说的话，这是举着凭借说的话，你要信了，那就是你的生命。你要信了，这句话就成就在你身上。你若不信，这话虽然写在圣经里，和你没有关系。对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有的人信了一百年，他信不来呢？这话我已经死了，明明看还在呢，这肉体还在，怎么说肉体先同钉十字架了呢？这明明是我的肉体吗？活着怎么不还是我吗？还是你不是你？你听不听神的话？听。神说你们已经死了，你就信死了，你保证成功，对不对？他说死了，你说没死，你就没成功。嗯。你没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你不信呢，不是说神没做成，神已经做成。耶稣说成了，成没成啊？成了。他说都成了，在启示录里说都成了，只是你信不信。嗯。那些口渴的人可以进来，白白的喝生命的水，好不好？好。不需要换，全是信。嗯。离开信，什么也不用谈。嗯。就在信上建立章程。盼望是从信来的。爱心也是从信来的，是不是？一切圣灵所结的果子都是从信来的。既然是从信来的，那信是最关键的这个地步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借着信，主怎么说我就怎么信，最后就达到了上帝所要的果效，好不好？好。忍耐等候着结实，好不好？只要你信，你在那忍耐等候，上帝无论把你放在什么环境里，你都信。主啊，我信。我一直在信，因为无论你把我放在什么环境，都与我有益。这样的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一直到你的信，这样的信产生一种活效，就是忍耐等候结实了。结那个结实的实，哪个实啊？是吧？结实，对不对？啊？能不能结实啊？一定能。谁不信谁就不能结识，谁不信他就怀疑，我死了吗？这上面说你们已经死了，谁说的？是神说的，不是保罗说的，是神说的，对不对？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咱们的生命都藏在神里面，信不信呢？现在在天上了，我们生命，对不 对？不在地上，虽然在地上，你借着信心活着，好不好？就把我这个我当作已经死了，好不好？这么活向罪看，我们已经感觉了死了。向神在基督耶稣里活了，却当看自己是活着，这么看好不好？用哪个眼睛看？用这个，还是用这个？这关键的，关键用的使用哪个眼睛看很关键。我们是四眼，四个眼，哪四眼的人呢？
这里边有俩眼，这还有俩眼，这俩眼睛必须把它关闭了。用哪个眼睛？心眼，好不好？好。长没长心眼？长没长呀？长。耶稣说：“你们里面的那个眼睛叫黑暗的，那光要黑暗的，黑暗是何等大的？是不是啊？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对。”人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是光明；人的眼睛要昏花，全身是黑暗。是不是这么说的？对。耶稣就用名这么讲，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就这么讲。耶稣为什么这么讲？就是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不对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。这个眼睛是何等的关键！有的人这个眼就是瞎的，是不是？哪个眼睛明亮？这个眼睛明亮，看见什么？看见肉体，看见罪，看见过犯，看见弟兄姊妹有毛病，看见弟兄眼中有刺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样的信徒，他是活在肉体中间的信徒。今天不仅仅上帝要叫你看自己已经死了，而且看别人也都死了，好不好？看这个世界也都死了，好不好？好。这最关键的，这个受洗，这个是最关键最关键。如果你不能在这个地方，没明白，说我没死，我现在还活着，那你就没脱离罪，没脱离律法，你听懂吗？信你，上节课我讲了。把看见的心看不见，把看见的肉体信死，把看见的我信死，好不好？我信没有了，是不是？没有我，对不对？只有谁？所以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能不能信得来？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。我已经死了，好不好？就这么信。所以这里边说，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生命都藏在神里面，是不是？现在谁是我的生命呢？就是基督是我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一同与他一同显现在哪里？这样信才能显现在荣耀里，不是这样信显现不到荣耀里，好不好？好，就是这么信。好，这是一段经文，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，这样的经文呢，我能够在圣经里找到很多，但是我们今天找到几段来证明一下，圣经说你们已经死了，你可别信半死半活的，谁像你说你们现在都是半死半活的那个人呢？你不要听，好不好？他在那撒谎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不听主的话，他去凭自己的肉眼看，我没死啊，所以我今天活着是我，只要是你，那你就是罪人，你听懂吗？我活着越活越像，越能活出罪；主活着越活越成，能活出义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耶稣为新约圣经202页，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十四节，老弟们，老弟，咱们开声朗读第五章十四节。一二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他因为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凡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死而复活的主。你死了才能为死而复活的主，你还活着，你怎么为死而复活的主活呢？你活着为自己活，对不对？今天是为自己活，是为死而复活的主活？那真是很关键的。你要活着就为自己活着，你要死了就不为自己活着，乃为死而复活的主活。听懂了吗？这就是为什么叫你死的原因。因为下面我们应接受耶稣，应当马上把我们提到天上，马上接走。但上帝为什么不接走，还叫我们继续在地上活着？活着是为主做见证，对不对？对。为福音的缘故继续留在世上，叫我们为福音打了美好的胜仗，把众人都带到基督面前，是不是？是。让众人都做主的门徒，这就是上帝保留你在地上这一段时间的目的。但这段时间不是自己活，从前是为自己活，这一段时间传福音做见证，为主活着，对不对？对。这就是这句话的意义，就是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都死了，有没有一个活的？没有，没有一个活的，众人就都死了。因为他替众人死，是叫凡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死而复活的主活。这就是我们活的意义和价值。如果你为自己活没有价值，为主活就有价值。为自己活找不到你自己人生的目标，为主活你才找到人生的价值和目标，对不对？就这么活，好不好？死了，我已经死了，一人既是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所以这时候叫凡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自己活。
那为死而复活的主，这才真正的上帝叫你活的方法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一举一动才有新生的样子，才能对得起招你的主。就为什么要受洗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们受洗死了吧，意思孩子你们活不出来，来我能活着，我现在要进你里面替你行神所喜悦的旨意。这句话在哪呢？耶稣不但要替我死，而且要替我住在我的心里，要替我活出主的样子，活出父神的样子，在哪呢？替我行神所喜悦的事儿。他不但要替你死，还要住在你里面，不用你活。他说你死我进你里面，在哪呢？这段话在哪呢？这段话是很宝贵的话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段话说啥也要记住，好不好？现在你也找不着，我给你找到了。完了之后，这句话一定下回来我就问这句话，看这句话在哪了，好不好？好。耶稣不但替你死，而且要替你活。看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节。所以不是我活着，乃是主活。难怪保罗说，活着已经不是我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如今在肉身上活着，是因信神儿子而活，对不对？第二十节找到没？耶稣亲自要住进你生命中间，替你活着，遵行神旨意，好不好？好。这够不够说？耶稣说：“我负责到你，好不好？我不但替你死，我还要住在你生命中间，替你活着。我活着才能活，才能活出父的样子。你们活着永远活不出父的样子，那你们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什么死？听懂了吗？我死，基督活。记住一句话，这洗礼就是我死，基督活。得救是什么？”前面那个学习是基督死我活，基督死我活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基督死我活，我就得救了，对不对？基督为我的罪死了，我就在基督里活过来，对不对？这叫得救，基督死我。下面得荣耀是我死，基督活，听懂了吗？我什么死了呢？我在救人，我的老我死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所以是基督我死，基督活。头一次是基督死我活，基督上十字架代替我死，使我死在过犯之中的人又活过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我们再看第二十节啊，注意看这段经文，详细的揣摩揣摩到底是哪个事。二十节说：“但愿赐平安的神，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，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父神，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。是他先成全我们，对不对？先成全完了，我们才能遵行神的旨意。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谁所喜悦的事啊？借着谁行？借着耶稣。”我编的是主写的，我编的是主写的，又借着耶稣基督在我心里行神所行的事，谁行？我行啊，是耶稣基督行。在哪里行？在我们心里。对，记住了，这就是我死谁活的？基督活，我死基督活。记住这句话，我死基督，基督不但要替我死，而且要替我住进我生命中间，替我活着。那我就得受洗归主基督。他说：“孩子，你们活不出样子，唯独我见过父，而且我是父的形象，对不对？”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对不对？基督总为神的荣耀、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，他要亲自住在你心里。你活不出来不要紧，他就叫你光照你活不出来。你活不出来，神儿子他要住在你生命中间，替你活着，好不好？谁活着像样？对不对？对，你活着就像哑巴，你活着越活越像哑巴。那你死了，主活着就像神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别活呀，主说你们都死了，快，你们都死了，我替你活着，你干不干？干。你说主啊，不用你活着，我们自己就活着了。你自己永远活得不像神，你信不信呢？信呀。
这圣经你要不详细查，要不是圣灵你穿这些圣经章节，你根本就穿不到一起去。嗯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你根本就找也找不着啊，这圣经章节你找都找不着啊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你说就在这贝吉克拉，你上哪去看着啊？就在这个地方，你根本就看不着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很难能找着这样圣经章节。哎，他就这么说着。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！谁还活着再是我，再是我就再次有罪，就再次活出主的样子。谁活？你活着总活得像老亚当一样，老夏娃，一群老亚当，一群老夏娃，因为自己在那活着。当你不活的时候，主说：“那我替你活着吧，你给我让位，好不好？把心里那个生命的位置让给主，好不好？”啊、哦。肯不肯？肯。肯呢？嗯。肯的就行，只要肯就好办。嗯。主说你肯好就好办，就恐怕你不干，你不让位，对不对？这个心里这个位置得让给主耶稣基督，叫他在你心里居首位，掌王权。啊。这话谁都会说。这话谁都会说，但是信的一应用的时候就不干了。嗯。就不给主了，对不对？主今天叫你借着受洗归入他的死。好不好？向自我死，下面是向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死，在哪里呢？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四节。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，我可能是今天下午啊，我讲这得快跑快跑讲，不然得讲不完了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四节。因为你做呀，就不能使你们做所愿意做的。你自己愿意行善，该行出来；你自己行出来，对不对？这样我们死主活，好不好？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，一个途径。嗯。好了，我们看第二十四节：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，同钉在哪个地方？这是什么？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我们是不是属基督耶稣的人呢？是、啊、是。那下面说已经，又提到已经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总提到已经呢？就是发生过的事。已经把什么呢？肉体连肉体里的什么邪情私欲同钉在什么地方？是啊。现在肉体还有没有了呢？没有。哪去了？死了。被死架着，邪情私欲还有没有了呢？没有。就死架上了，所以你不要看我还有肉体邪情私欲，这时候可能肉体邪情私欲上神要考验你一下，就相不相信这件事实？肉体连肉体邪情私欲，你是不是属基督的？你只要是属基督的，那你的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好不好？好，他就叫你信才能产生结果，你信好在你身上成全这事儿，你不信在你身上不成全这事儿。我已经死了，我肉体连邪情私欲都同钉十字架。耶稣死了2000多年，我也死了2000多年，好不好？好、啊。活着不再是我了，能不能肯定？能。下回看看，再来了看谁还活着。你活着基督呢吗？那得有一个活，那不得不得一个做王，不能两个王。你活你做王，是不是？扫罗王和大卫王，他俩不能同时做王，信不信？要不就扫罗王做王，要不就得把就那大卫做王，把扫罗王给废掉，对不对？不能同时做王。今天基督在你里边也是一样，你肉体做王，那耶稣基督就不在你里边做王，对不对？那肉体必须死，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死，救我也死，对不对？下面是向律法死。加拉太书第二章19节，你快点讲，我讲不完了。小子们，咱们就捞点干的，好不好？捞点干的，咱就罚死了。19节，小子们，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，叫我可以向谁活着？向神。为什么像律法死才能向神活着呢？啊，这个受洗，这么一个受洗就起到这么大的作用。这个受洗归入基督，就是不仅仅向我死。而是向肉体死和肉体邪情私欲死，向律法和
立像立法死，像救人和救人的行为死，像律法死了吗？死了。这里面说，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，叫我可以向谁活着？那是你要没像律法死的人，能向谁活着？你不那个撒谎吗？啊，这边我律法得守，这边还要向谁活着？是那叫淫妇，笑那叫淫妇，对不对？一个女的扯两个男的，你要俩丈夫，那叫什么？那叫淫妇，听懂了吗？不是说女人啊，这个不是讲女人，就是当你靠律法的时候，也等于有一个丈夫。你这边靠耶稣基督，耶稣不会要你，你或靠律法，或靠基督，好不好？耶稣基督来就是把咱们从律法下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你还去靠律法，你不死路一条吗？这里面讲的是，我因律法像律法死了，就像律法死了，这个洗礼归入基督的死，像律法死了，叫我可以向谁活着？向神活着。不像律法死，像神活，干吧，上帝干吧。所以下面我们看第21节，所以我不废掉神的恩，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，基督就是怎么死的？突然就是白死了，做不了。是，义不是借着律法得的，义是借着什么来的？因信耶稣基督来。所以你或者选一样，你或者像律法死，或者像耶稣基督死，好不好？你像律法，你不像律法死，你就不能像神活的。你若向律法死，你就可以向神活着，听懂了吗？我们看先罗马书，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，所以有许多人解经就乱了，太不全盘看圣经就乱了。罗马书7:1，你不向律法死，你就是罪名。你说淫妇，谁不向律法死，谁就是淫妇。你不用看别的，你不要以为你淫妇就只让一个女人有两个丈夫。是不是有几个丈夫？像撒玛利亚妇人有好几个，五个，对不对？这里不是讲这个女人，他是用女人来形容。你今天你若有了丈夫了，你再归别人就叫淫妇，对不对？我们注意看啊，1节说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这是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就被丈夫什么？就被律法约束。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所以丈夫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，便叫什么？淫妇。丈夫若死了，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，也不是什么淫妇。这边讲淫妇的事情，什么叫淫妇？注意往下看，我的弟兄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上也是什么？死了。叫你们归于别人，你不像律法死，能归于别人吗？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谁呀、啊？你在律法下结情欲的果子，你在恩典下结圣灵的果子，是不是？你在律法下给罪做奴仆，你在恩典下给义做奴仆，你在律法下死做王，你在恩典下生做王，你要哪个？你选一个。所以你向律法，你向律法活，就等于有一个丈夫了。你再去找耶稣，耶稣要不要？不要。不要。耶稣来的，他是把律法遗产赎出来、买出来之后呢，归向主了。不守律法，这样人才属于这样的教会，才属于主所喜欢的教会。不然的话，一面守律法，一面靠你信耶稣，有没有可能啊？那是安息日会，安息日会属于异端，对不对？这是邪教邪说，对不对？圣经里没有这种现象。一个女的找两个，我昨天讲的什么？那叫什么？这是念什么？那鸟。这是念鸟，听懂了吗？念鸟，鸟是什么意思呢？耍戏，耍戏戏弄，根本不是实在的耍戏戏弄。两个男的，中间夹一个女的，对不对？一个女的，两个丈夫。听懂了吗？一个女的，两个男的，是，那不是好。最后两个男的都不要，不过是什么？不过是什么？耍戏耍戏啊，就这个意思，就是耍。用那个中国话，那叫什么？就耍耍耍耍耍，或者是什么？玩的意思。听懂吗？这个不是好的，这个不是好的现象，就是说，你这边守律法，这边靠基督。
可能不可能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他得有一方死了，对不 对？你丈夫死了，你才能归向别人。你在律法下，你在归向耶稣，耶稣要你吗？不要，干脆就不要。所以为什么受洗？受洗就是向律法死了，我可以向神活着，对不 对？不向律法死，天天恶欲在你里边发动。第五，等一会儿咱们看第五节，你就可以看到了。第五节啊。你不向律法死的人就接触邪情私欲，看第五节啊，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，律法来了不能叫你得救，反而在你里面生恶欲，你恶欲一发动，私欲一回来才生出什么私欲，最近长成生出什么私欲，死后才有什么死欲，什么往我哪里扔，你看问的好事，我经常在讲，我经常跟弟兄怎么在我们那边我也讲，有多少人呢？这个简直就糊涂到极处了，你就怎么跟他说呀？他那个脑袋像灌铅脑，你注意啊，注意看啊，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律法，对不对？来，下面请了没？私欲，那下面是什么？下面是什么？对。下面是什么？下面是什么？下面是什么？死啊！你得胜的权势在哪？死啊！你毒钩，你的毒钩在哪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什么？律法。记住啊，罪的权势是律法。谁问你罪的权势是什么？你告诉律法。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就找罪根呢？到底罪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保罗说我向律法死，就向神活着？你还不明白啥意思吗？我要不向律法死，谁做王？对，因为律法挑动恶欲，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什么果子？私欲既怀了，才生出罪；罪既长成，生出死亡。死亡死后了，先有什么？什么玩意儿在哪里？看，你看不看着？对不对？对对，你看不看着？你这是一连串的，你没有脱离律法，你就是没有脱离私欲，你没有脱离私欲，你就没有脱离罪，你没有脱离罪，你就没脱离死，你没脱离死，你就没脱离审判，你没脱离死判，那地狱就是你的事儿，对不对？对呀，那不是撒谎啊，不是我们没事干的，我这累的啊，一天的这汗流满面的，一天是不是嗓子都哑了？目的干什么？就怕弟兄姊妹将来下到地狱里，所以给你讲，给你讲明白，你清楚了，你好给别人讲，对不对？对，不是我们自己讲，我们自己讲累死也不行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就追他说：“死啊，你得胜权势在哪？”死啊！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毒钩对不对？毒钩是什么？对，对啊，毒钩啊，就这钩钩上谁谁就中毒，就得死，对不对？钩上谁谁就死。死啊！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毒钩就是什么？对，那你全身都是什么？律法。找到律法了，耶稣来就解决律法的问题，你还又跑到律法？你说你虎不虎吧？啊，扣分儿，是不是啊？他扣分问你呀、啊？这里边说，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在自己发动，这恶欲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说属基督的人是把肉体连肉体邪情私欲同定死架？律法也定死架，我也定死架，救人和救人的行为同定死，世界已经定死架，撒旦全是定死架，罪都定死架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有的人为什么不行？有的人为什么听不了呢？下眼睛。
不是瞎眼的，也是有眼无珠的，对不对？那字儿那么大的，那字儿那黑字儿，这么大的黑字儿，对不对？眼睛也不花，看不着吗？实在看不着，瞪大一点，拿个放大镜，对不对？看看那字儿是不是那么写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编的，还是圣经写的？圣经写的，这是经上记的，谁也摸不到，谁来的谁也摸不到，对不对？你再看看，你为什么不要再立法？这个整个这一系列东西都跟因律法而生的，私欲因律法生的，罪由因私欲来的，死又是因罪来的，审判又是因死来的，地狱又是因审判来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一连串的，就像那锁链子一下挂钩了，被勾上了，这个毒钩都给勾上了，对不对？勾上谁也跑不了，是不是？必须脱离，挣脱，对。听懂了吗？不要在他里面跳出，飞跃，有信心跳出律法，跳出私欲，跳出罪，跳出死，跳出审判，跳出撒旦权势和地狱，好不好？好。谁跳出来？跳不了。谁跳出来？在这跳出来呀！跳出来！跳出来！啊！跳出来！跳出来！不是光长耳朵听啊，听完得相信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你光长耳朵听，你必须相信接受这个真理，这是不可没有办法不可否认的真理，这是圣经没有办法推翻的真理。对，这真理你要信了就救你，要不信杀你，它就是两刃的利剑，对不对？神的道是两刃的利剑，对信的人呢，他就是什么春风细雨，对不对？滋润的。不信的人，他就变成两刃的利剑，杀你。对，听明白吗？听明白了。把你的魂，把你的灵都给抛开，杀你，把你大卸八块。哎，就这么说，《希伯来书》4:12就这么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你要不信了，他就抛你。他把你上大卸八块，魂子灵都给你抛开，扔在地狱里头，好不好？好。你要信了，就是救你。嗯，春风气神的道是活泼，是有功效的。是，它分在什么地方？你信的人，他在信的上有功效；不信的人，在灭亡上有功效。嗯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嗯。再看啊，这段经文是何等的关键的？为什么不叫你守律法？你守律法等于再找一个丈夫，是不是？嗯，再找个丈夫。你守律法，你就不能找耶稣。吃分别三个树果就不能吃生命树的果，你得找一样啊！你不可能吃分别三个树果又吃生命树的果子。我昨天讲没讲？生命吃完分别三个树果，上帝马上把生命树保护起来，不让你吃了，免得你伸手不摘生命树果子，就是成为永不死的什么罪人了。对，因为生命树它是吃了就永不死，吃分别三个树吃了就死，就成罪人，对不对？是。你看，你又吃分别三个树果，又马上伸手摘生命树果，就成为永不死的罪人。是，你看现在教会中永不死的罪人有的是，永不死的罪人。这边说我是犯罪的义人，你看这个义人是永不死的，犯罪人是非得死。你说矛不矛盾吧？义人是永不死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罪人是必死无疑的。嗯。这边还想要靠律法，那边还卡想要靠耶稣基督，就成为永不死的罪人。教会中间这样的人有的是，对不对？竟是永不死的罪人。这边是犯罪三个数，我想守律法，那边是信耶稣基督。你要守律法，你就守律法，你不能信耶稣，听懂了吗？嗯。你能守一样呀，你不能守两样。要不你就不守，你就来信耶稣；要不你就守，你就守全。有下地狱吧，好不好？你说我要选择下地狱守律法，你说选上天堂信耶稣去，好不好？简不简单？简单。不能俩一起画起来呀。律法我也要，耶稣基督我也要，咱俩都画了，没那好事儿，没那好事儿。或进天堂，或下地狱，或守律法，或信耶稣，选一样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别俩都选了，那俩都选没有这事儿啊。是不是你两个丈夫，一个女的，两个丈夫，两个男的都不喜欢？怎么可能？这明明就是用这个女人来表明两个丈夫，一个律法，一个耶稣，对不对？你靠哪个？你要想归向基督，必须从律法里出来，听懂了吗？
你要想靠立法，你就别再谢耶稣，耶稣你少上一边待去。我希望你无畏不洁，好不好？好。要哪个你说准呢？要哪个说准呢？有的人自己都不知道他要啥，他要啥他都不知道。那立法不是神设的，那立法不守能行吗？那就守呗，守就死呗。那不很简单的事吗？谁没不让你走？你说我不想活，我就想走立法，就想灭亡，就想下地狱，那就守呗。因为律法一守律法，就生恶欲，那恶欲在那边挑动起来，对不对？对，是。以知结成什么果子啊？你看这些结成果第五节啊，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，就在我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什么果子？死亡的果子，死定了。守律法你死定了，你还想活？你还哪有活路了？嗯，哪有活路了？那是叫灭亡动物。正如真耶稣的死，十二章十四章十二节说的，有一条路，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什么路啊？死亡之路。死亡之路，就这条路。死亡之路，你非要去守那条。守那个律法就非得要死，那这人要死的时候，那拦都拦不住，你信不信呢？要死的时候，你看他在家里就站不住，这攥有权那攥着站不住，他就想死，那是勾命鬼啊，对不对？守律法那个意思，你看那个上分别上树下的人，那个下完一上分别树上树下，那恶鬼在那勾他，非得把他勾死，是不是啊？嗯，那勾命鬼就把他勾死，所以死了，你在猪勾。用什么猪钩呢？哇，死的猪钩是最对的诠释是什么？犯律法就是犯罪，对不对？凡犯罪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什么？对。你还以为守律法是件好事，是侍奉神呢？你还以为守律法你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呢？你还跟他守的很宽呢？犹太人都死了，都成假冒伪善的人，被上帝打入无底深渊之中。你今天你也去吗？你也笑话他吗？那为什么不看是你这圣经就这么写的？四福音反守律法的耶稣说，你们全成了假冒伪善的人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嗯，怎么又有人去捡起来的？人家别人扔的狗套，他捡在套脖上了。别人扔的，他捡在套脖上了，是不是？我发现有的人他就缺心眼儿，那很明显的事儿，咱这放着，我就给你摆着看。说犹太人呢，他死了，扔下那个狗套，你别捡起来，就因为死就死在那个圈道上，是吧？被那套勒死的，你又去捡，就套自己脖上，是不是啊？你不也得死吗？是不是缺心眼儿啊？那肯定是缺心眼，肯定是彪了吧唧的。你得看圣经怎么说的，对不对？圣经这么说，你就不能那么就非得活上幼稚那个景象，硬着那景象，非得走那条路子。这条路是行不通的，对不对？先律法就像律法死了，好解决什么问题啊？对，看到这个问题，好解决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这就正如保罗，我求你们与神和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我求你们与神和好，怎么和好？不将你们的话推到你们身，不用守律法，好不好？好，不用守律法，从律法里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注意再往下看啊。嗯，所以这是第五节啊，以致结成死亡果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是捆人的，对不对？就刚才我说的狗套能把你捆死。啊，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，怎么的了？死了，死没死？死了，先再别找律法了，好不好？别找规条，我就守个规条。上帝说你能不能自由了？我给你自由，你就真自由，别守律法，不靠守了，凭信心信死，好不好？啊！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没脱离律法？脱离了。叫我们服事主，要按照什么？信心。信仰。不按照什么？疑问的素养说：“好，这些律法死了，不准去找律法。谁要找律法，我素来所拆毁的，重新建造，就证明这人是犯罪的。”主保罗说：“我拆了，把律法规条拆了，你不准去见去，对不对？”对。拆没拆？拆了。拆完了。对。拆完你见行不行？不行。保罗拆你见，你就是犯罪的人，行吗？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。
他才立法规条，你去建立法规条。你建立法规条，你能守住吗？你不但给自己建，还给别人建。你把天国门关上，你自己不进去，别人要进去，不要进。我不进去，给我陪葬。啊？你说那个人糊不糊涂吗？那犹太人耶稣就这么说的，就说你们把天国的门给关上了，对不对？嗯。你们把男大大的捆起来，搁在人的肩头，自己不去背，搁在人肩头上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律法那是男担的担子，谁也守不住的，谁也守谁守谁死啊，对不对？谁守谁灭亡啊，谁守谁被咒诅啊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，就是被咒诅的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，是以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什么自由的。这很明显的话呀，有的人不看活上死了，人怎么凶他他怎么吃。有的人一生下来就知道长得被熊的脑袋，他那个脑袋长那个样就是被熊的脑袋，所以人叫他怎么他就怎么。你得看看圣经，我先不去听人的，我看圣经，我自己看看行不行？我自己看看这圣经是不是这么写的？是这么写的，那我就不能听人的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做大丈夫的，对不对？刚强行事，他要听任何人。圣经有的我就看，圣经没有的我就不要看，好不好？哦，以新约圣经为标准，旧约它是影子，你先看你新约圣经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没叫你守，主都告诉不让你守了，那你怎么还要去守呢？啊？我们说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，对不对？不在乎，那你就向律法死，好不好？好，不向律法死，不能向神活。从现在开始，谁也不许守律法。像救人和救人的什么什么死行为，救人的行为，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，在哪里说呢？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，你要是不按照圣经，你在那说唱高调，最后主打你，没有人管你，没有人帮你。这段时间你还以为我好，我特别好，我为主背十字架，那是背十字架吗？你没明白救你去守律法去了，神打你活该。找到吗？找到了。我给你讲过完了，我都给你找到圣经，好不好？你看这段话第九节是不是这么说？不要彼此说谎。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什么？已经是什么意思？我一连串说了三个已经三个，对不对？已经脱去了，我们已经死了，我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，救人和救人的先是属于同情死家，已经同情死家，对不对？嗯。那这说已经，他说已经，你说没已经，你就说谎。所以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救人。和救人的什么行为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嗯，救人脱去了，剩下什么人？行为。救人脱去就是行为。你看，就这些经文呢，有的人就给忽略了，不看这些经文，这些经文多好啊！这一章圣经的前面第三节告诉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与生命已经与基督一同藏在死里。这段经文就说。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下面是什么？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是渐渐更新的。好，再看以弗所书，往前翻，以弗所书第四章，这地方叫你们就要脱去，那个地方说你们已经脱去，就要脱去是给你一个心智，叫你接受这个已经脱去这个事实，对不对？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说，你们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学了真理就要这样。到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就告诉你们已经脱去了，你信不信？耶稣定十字架的同时你就脱去了，你们因信就脱去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因信就因律法就叫律法死了，对不对？好，21节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听没听过他的道？听了。领了他的教，明了。学了他的真理，学了。就要用耶稣宝血毫无洗的救人。是。
知道什么去你们去啊？就要厚厚的涂的救人，还是脱掉救人？脱掉。讲不讲理啊？你讲不讲理啊？有的人他不讲理啊，那活不讲理的活呢？这圣经怎么说的？圣经说不是洗那救人，是把那救人和救人的行为脱掉，对不对？他去洗去了，你看救人有行为，住在那救人有行为，他就洗去。你们已经死了，把救人埋葬去，对不对？埋葬掉，对不对？埋葬掉，现在是新人，你别动不动上坟墓，你把那坟墓抠出来，把那死人这就都死了好久，埋葬好久的死人扒拉出来，住在里边，住在里头。那死人对不对？他住在你住那里就能看着火，看着罪，看着肮脏，看着臭气，对不对？他住在那里。救人死没死？死了。死了为什么扒出来住在里？不扒。为什么抠出来挖出来住在那救人里面？你看我这不还有罪？你明天犯罪怎么办？你住在救人里，明天不就犯罪吗？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不在救人里。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人？基督人。这话谁都会说就不信了，天天上坟墓里抠，不知道抠什么。抠什么？死人扒出来墓里什么？住在那旧人，住在旧埋完的东西他给抠出来，他给挖出来了。他挖旧人住在里面目的是干什么？那我这不还有罪吗？明天再犯罪怎么办？后天再犯罪怎么办？天天住在哪里？住在哪里？住在救人，对不对？住在靠着去看着救人的行为，一住在救人，你看见救人的什么行为？这个行为也叫什么行为啊？死行为，死行为，对不对？死行为，死人所发出的行为叫死行为，听懂吗？他不好。他不好的行为，所以叫死刑，听懂了吗？就把他扒出来住在里边，住在里边就说，你看我这又犯罪了。你看你住在地狱幽人，你看你天天犯罪。上帝没叫你住在我里头，乃住在哪里啊？主里，对不对？是。从我里出来进到主里，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会。接着受洗，我死了，埋葬了，埋葬掉的人不准把他扒出来，好不好？咱们那边就有好多坟墓。有的人呢，就把那坟里头那个人抠出来的，完了附在那个人身上，就出来了。出来了，那眼睛就看谁更直了。所以他这走道就得这么直走，僵尸对不对？吓不吓人啊？所以他说，你看我这半死半活没死透，半死半活没死透，对不对？你说那是信仰吗？信。我就纳闷，那么多坟墓，你挨个扒，你能扒得起吗？你挨个住，挨个那死人把那尸首给扒出来，挨个住，住在里边。你看我这犯罪怎么办？这就是我呀。那我都死了，你干什么扒出来呢？那我不能行善，老我不能行善，所以才把它埋上。把它埋上，你为什么扒出来？你住在里边呢？凡犯罪的是在哪里啊？在老我里有犯罪，对不对？在主里边就没有罪了，是吧？凡住在他里边就不犯罪。住在哪里呢？在主里面。这句话在哪里？主里面。啊？你注意看啊，《约翰一书》第三章，住在他里就不犯罪，不住在他里就犯罪。是。三章第六节。原因是三章第六节，你注意看这经文呢。我说完的经文，从我主口里说完的话，我肯定给你找着经文。小子们，凡住在他里面就怎么样？凡犯罪的时候，没什么看见他，也没什么认识他。对，凡犯罪都在哪里住？旧人里，根本没住在新人，就把那死尸扒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住在那死尸里。所以死尸里面就臭气，对不对？没有好东西，所以他就说：“那我再犯罪，告诉你活着不再是我，但是基督在我里面，我怎么又你犯罪了？你这矛不矛盾呢？我明讲了，活着不再是我了吗？怎么又再是你了呢？又再是你，表明你不凭信心住在那个老我里头了，对不对？住在已经埋葬的旧我里头了，对不对？那可不再犯罪了。”
他不是犯罪的问题，你坐在救我，你坐死了，死路一条，对不对？嗯。坐在基督里面，在这里面就不犯罪了，听懂吗？他里面没有罪，主里面没有罪，那老我里面有死又有罪，对不对？那是死人，你住在他里面干啥？没事干呢。没事有时间看看圣经好不好？非得住在死人里。有那时间干的不好，天天回到那死我那死救人里头，跑在救人里住，你看我又犯罪了。你说糊不糊涂？这信仰呢，就是没有信心。这信心必须是突破的信心，好不好？好。把看见的救我信看不见，把看不见的主信看得见，好不好？好。就这么信就对了。好，下面我不再多讲，再多讲时间不够了。我下面看向世界死。向世界死，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，向世界死。晓得吗？加拉太书向世界死啊，这里面也有向世界死，也有向我死。所以保罗写的书信呢，他是牢牢里面一环扣一环的。十四节，晓得吗？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这十字架救我而论，世界已经在死下，世界明明还在呢，就叫你相信已经钉在死，已经是发生过的事。什么时候钉的十字架？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钉十字架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谁钉十字架了呢？世界钉十字架，世界明明还在存在的，就叫你信钉十字架，你能信得来吗？能不能信得来？能信得来。你要用这个眼睛可能看了，看用这眼睛看不需要信，用这心是需要信，对不对？用心信，不要用眼看。听懂了吗，弟兄姊妹？用心信，用灵信，不要用肉眼看。不要用肉手摸，用肉手摸这世界还存在，这桌子存在，什么都存在。用心信，这世界已经不存在，因为耶稣定十字架，把这世界已经送到十字架了。已经定死架，已经埋葬完了，好不好？这样世界就没有能力再诱惑你。我已经定死架，世界也没有能力诱惑我，我也没有能力去恋慕这个世界，对不对？听懂了这个点吗？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说？这样说的是超时间的眼睛，超时间的眼睛，这个眼睛是什么？这个灵眼。超时间的眼睛，我看你这个眼睛是不是超时间？你看这世界明明在这个存在，他就相信，就这种信仰，这样的信仰谁有啊？保罗记载在加拉太书里，所以我看到这段经文，突然我相信这句话了。这句话咋说的？我断不以别的为夸口，只夸我主耶稣基督，并他所定的十字架。所以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什么十字架，没有我了，没有世界了，这样信好不好？好。这就过着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，好不好？好。没有世界，没有我了，你能信得来吗？有人说，那我们还不爱有肉体？有肉体才叫你信死了呢。有人说，那我们还不爱活在这世界？死活在世界才叫你信死了。世界就十字架呀，保证不用你信。要真离开这世界，不用你信了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没离开世界，这就叫信是所望之事的世界，未见之事的什么？就是这么信的，就这么。上古时代都这么信的，以诺也这么信，活着美提的。是，你是不是这么信的？你不是这么信的，我告诉你，你亏大了。你信不信呢？你不是这么信，你就亏大了。因为你信仰不对。圣经说的是眼未曾看见。而未曾听见，人心未曾晓得，就叫你这么信，就看你能不能信得来。你信不来，那是你个人的问题，将来你向主交账的。可谁能交上这么圆满的账？就是。所以我在我那边有一些工人，他抵挡我的，就跟我们天天洗碎那些工人，天天洗碎，天天保血厚涂那些工人，30多个工人把我围在中间。没中间干，你告诉我，你有没有肉体？哎，你的肉体犯不犯罪？你告诉我，天那个一个，你告诉我，就这么说，给我围着，他不让你说呀。我拿圣经来，我得找圣经。哎，行，咔，把那个拉回了，咱们别看圣经，看圣经我们
讲不过你，你圣经太熟了，我们没有办法跟你俩辩论，咱们就用右嘴说。我说你信的是谁？你信的是圣经的话，还是信人间的话？动不动把上海的杨爷爷拿出来，下面杨爷爷，现在是杨爷，下一代就是杨，就杨太爷，再下一代杨祖宗了，对不对？什么杨爷杨爷，我一听讲的道理也跟他们一样，领受的全领受，保险后出，再来一次，到活到耶稣来的时候还是罪人，罪还没解，人没解决，对不对？旧人没死，新人没活，这样人他的信仰是空跑白忙活，耶稣来的日子什么也不知道，信不信？信。保罗就这么说的，我因说世界，是不是？就我耳朵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了。是，原来听说不要爱世界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，对不对？那怎么能不爱世界？他得找个途径啊！怎么不爱世界？你要不向这个世界死，你永远爱着世界，对不对？这是途径啊！别拿那一段经文像弟兄姊妹，给弟兄姊妹像规条似的，你守啊，不要爱世界，你永远都得爱世界，唯独向世界死宣告我死了。世界，你现在没有办法救我，我已经死了。我不是你的奴仆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是世界奴仆，世界我也看不见，世界没办法诱惑我，听懂了吗？这个信仰才能扎根，向下扎根才能向上，好不好？它有根有根有根有基的，而且有圣经依据告诉你这么信才能成功，你不是这么信的都不能成功。所以人在场上比武，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奖赏。你得按规矩啊，那打拳的时候，那斗拳两个人在那拳打拳，你必按规矩。你说，人家打拳的时候，在那个整个这个台上打，对不对？你不能用这个，你不能打后脑，你不能打胸部以下，是不是？给你讲好了，你得按规矩打呀。你上去说不能动脚，不行动膝，就得用拳打面门、胸部以上。打倒了算你赢，打不倒了你不能赢。这时候你说我不管怎么的上去，别前打再脚踢，把他打倒了，不算你赢，罚你，对不对？说对方赢，没按规矩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呀？你没按规矩，所以主就这么说：人在场上比武，非按规矩。这就给你定的规矩，信本于信，以罪信这规矩。神定的规矩不是人定的，神不说吗？你守不住，旧约都失败，今天就叫你不信，你还能信的？信世界死了，你能信得来吗？信我已经死了，能信得来吗？我明明存在，信死了；世界明明存在，信死了；律法仍然存在，信死了，好不好？旧人仍然存在，信没有了。这就是凭信，所以本于信，以至于什么？信信信，能信得来吗？信得来。我给你长喘一口气。哎呀，不好信呐、啊！怎么不好信呢？哎呀，这把看见的信看不见，看不见的信看得见。那神就是看不见，叫你信看得见。能不能信得来？能。谁信不来呢？谁就得不着神，对不对？必须的。但这个信从哪来的呢？不信心啊！这信从哪来的？从心，从基督来的，对不对？信是从基督来的，这是恩赐。每个人都要得到这个恩赐。主啊，我没有信心，你加给我，因为耶稣是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好不好？好。没有信心可以向主求，求来信心的那就是你的，对不对？跑不了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休息一会儿，谢谢你。